11月10日凌晨，汪小菲在微博晒出了女儿月儿、汪希月和妻子大 S 的一组照片，并配文：“第一次在上海待了3天，明天一早回北京，晚上回台北，反而成了北京的过客，都是为了周日能陪陪女儿，累并伴着有盼头。”女儿出生以来，汪小菲经常在微博分享动态，晒出与女儿的点滴日常。网友纷纷评论：“月儿真漂亮，很像爸爸。”汪爸女儿控鉴定完毕，是个女儿奴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